哇，佢嘅功效都几神奇喎！我经期之前咧饮咗7日啫嘛，嚟 M 嗰时咧已经冇痛啦，所以咧而家我经期前后都会饮嘅。而家咧经期嚟得好稳定，手脚咧暖粒粒，简直就系拯救咗我的人生啊！预期要买咁多唔同种类嘅 supplement， 我想食一种就够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J Ari 啊。前排咧我忙住拍新节目啦，又啱啱开完 show 啦，有睇我 IG 嘅人咧就知道我日日都唔够瞓，成日日夜颠倒。你知唔知道我压力大到连经期都乱晒 ，M 都嚟唔到啊！救命啊！做女人真系好辛苦啊！经痛成日真系痛到癫咗咁咯，最惨就系一起身咧个 M 痛痛到完全喐唔到，头两日个肚咧会好醉同埋揦住痛。如果嗰日要开工嘅话，就一定要食止痛药。每次 M 痛咧，嗰阵时啲仔仔都净系识得话：喂，饮下暖水啦咁样。你知唔知系冇用噶 ？OK， 好似啲 IT 人永远净系识得叫人重新开机一样。因为呢啲女人病咧，我其实都有睇过中医嘅。中医话原来经痛、手脚冰冷同埋头晕冇力嘅主因咧，都系因为血气不足、血液循环唔好。而平时饮咖啡、茶咧，原来都会影响铁吸收嘅。而皮肤唔够营养、带唔到氧咧，亦都会引致面黄、甩头发。哇！真系听到我好惊。我发觉最简单嘅方法咧，就去买啲铁嘅 supplement， 同埋食黑枣、红景天，原来都可以补血补气嘅。其实我都有去嗰个咩 I 乜嗰度咧，睇下有冇铁嘅 supplement 嘅。不过见到 review 咧，就话好多都有铁腥味，仲要劲大粒药丸，好似食紧药咁。而且佢哋嘅铁含量咧又唔够劲。同埋我听人讲咧，原来斋食铁个身体系吸收唔到嘅，要食埋叶酸同埋 B3 先得。喂，我出咗名懒噶啦，系咪先？即系预期要买咁多唔同种类嘅 supplement， 我想食一种就够嘅。我最近咧就试咗呢只普基铁红素，哇，佢个功效都真系几神奇。经期前饮咗7日啫嘛，嗰次嚟 M 咧已经冇痛啦，所以咧我而家经期前后都会饮，而家经期咧嚟得好稳定，手脚就暖粒粒。哇，简直就系拯救咗我的人生啊！大约咧饮咗3盒2个月左右，就解决咗我咁多年嘅 M 痛问题，面同埋嘴唇咧有翻晒血色，而家就算嚟 M 开工咧都唔会冇晒精神，手脚软奶奶咁样，而且入面咧有维他命 C 可以增强抵抗力，而家肺炎咧就最啱啦，仲有美白嘅功效，一包咧就有齐晒有嘅营养，好方便咧。我 study 过佢嘅成分啦，佢其实入面咧最特别就系有中西成分，有一只美国嘅靓铁咧叫做甘氨酸亚铁，每包铁含量咧就系6毫克嘅铁质，即系冲一杯咧等同10杯嘅红枣水，你话劲冇？比起这个普通铁是高 3.7 倍吸收，吸收率是达 90%， 而且入面就有 B3、B12 和叶酸去帮助铁的吸收。你知不知道香港是劲难找到有中西复方的补血 supplement 的？入面的西藏名药红景天、刺五加和黑枣，除了可以补铁补血，还可以帮身体行气活血，加快身体的血液循环。补血和活血两样一起做才是最有效的。这个草基铁红素你看到啦，细细包可以袋在袋啦，很方便，不会阻地方，很易冲，亦都很好饮嘅，不会引致便秘。我真的试过，觉得好先介绍给大家。所以咧，我而家 keep 住咧，真系每日一包呢个草基铁红素啦，我觉得女仔一定要买嘅呢样嘢。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，可以喺万宁或者 CNO MORE 嗰度买，大家快啲去抢啦，因为你一试完之后，你一定会爱上佢。